上台做引言，马东先生。那马东先生不在，我们就直接请。大家好啊，这个等一下啊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每人手里都有一个，因为时间紧凑。大家伙来呢，就是来寻求信息，寻求这个知识。那我给大家送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仔细听。我住在408房间，那么这个是我啊，中国细胞建筑研究基金，这不是我个人封的啊，这个是国际民族这个讲台，这有大家这都可以看啊，这有证书。那么呢，我这个呢就是看慢点啊，我不会操作啊。这个细胞再生术呢，能使女人和男人改变五脏六腑及生理功能。这个生理功能包括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啊，五脏六腑及生殖系统。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神奇？它不是药，像这个就是大自然疗法中的一种生物疗法元素，从不孕不育之症，直到老都陪伴着你。但是说一句话啊，不是没钱人能吃得起的，就是让大家来发挥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。你治不了的病，西医治不了的病，中医治不了的病，你找我，啊，我保证给你成交。你不但能够发挥社会效益，你还赚了一笔很容易的钱，因为你是救命啊！我想到哪里去，想到哪里啊！我是大连这个金州区。辽宁省啊，中国大陆辽宁省，因为这个地理条件决定的，就像长白山人参一样，和冬虫夏草一样，它是地理分配。我就是黄海和渤海的交界处，这个医师暂时暂停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在吴主席已经到了即兴，好吧？现在暂停一下啊，408先记上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微信里加微信15536788，你待会再讲。好，谢谢。现在吴主席已经在外面了啊。我们暂时停止一下，谢谢，对不起。